带你掌握全世界。投资朋友大家好啊，我想啊，这个千言万语的，我今天台北股市突然间跳上了10001点，过了10000点马上就下来，最后收盘从涨100多点到最后涨一点而已。我今天有跟我会员讲说今天这个盘呢、啊、我们用两个部分来看啊，今天这盘大概就是出货盘啊。那出货你是要去做空还是做多？当然这是多头，因为美国股市大涨怎么可能去做空呢啊。但是我们第一个不是说，因为我有一个族群是专门做当冲的，那我当然我们做股票一定是先选好，我不用盘中一看，那好像涨停板完全没有这样。尤其你做当冲，这是大忌讳。做当冲一定你自己要先选好，选好你要做什么股票，什么股票，啊、哦，那你就是好的股票，可能因为美国股市昨天飙涨，飙涨哦。那今天台北股市开高，有些股票就直接开很高，开很高涨5%、6%，甚至有的涨7%了。你当冲不好冲，这不能否认，因为你不见得会涨停板。你涨就算涨出来你3%，那如果你5%，这个涨了5%、6%跌下来机会很大，好像今天就可能杀尾盘，如果要今天就杀尾盘哦，那不好当冲哦。那这个美股大涨，那个股票还开低，那就不用讲了嘛，开低就是有问题的股票嘛，这样大家懂意思吧？哦，所以选股在当冲就是你要先选好，不是说看到盘中涨了赶快去追，那个当冲稳死哦，稳死的哦，宁可不做。民国不做，所以我们今天当冲是休息一天哦。但是呢，有些股有，但是我们这是大纯，这是以当冲的角度来看，我们来看，哦，这张股票叫罗丽芬，是今天早上我们就知道说是开高，就因为太多人在讲罗丽芬的啦。我们在这边跟大家介绍的哦，按你一只、两只、三只啊，这样不够的。那今天开高啊，因为打到我们就守停利嘛，这个地方不能破嘛，有没有？那就出掉，大概30%。哦，30%，然后呢，我有跟大家讲一档股票有没有？哦，3653的建设，我把它形容为宝可梦嘛，有没有？宝可梦也是开得不够漂亮，这要直接上去，因为昨天直接涨停，今天一定要至少开个三档到，不是3%，是3档到5档，这是基本的公式，不太对劲，挂价就给它出15%。我们再来做个小回顾，美食。当初我们买到50几块，你没有感觉，这里把它卖掉，这个5、6天的时间，它虽然今天还是，但我们未来还是蛮看好它的啦，哦，虽然它还是在边绕，可是这5、6天的时间呢，我们把它转到什么罗丽芬，哦，对不起，6TD，哦，罗丽芬就是在这边，你就看一次，哦，这是罗丽芬，哦哦，那这是1795 12345 6，我们卖这一根，那1、2、3，这五天之上你看一下，它没什么动嘛，没什么动，在这边开始换罗丽芬，是不是1、2、3、4、5就是这边开始换罗丽芬？那两天我还打电话跟你讲说，美食第二让你来要哦，结果3只今天卖掉。哦，我们说1到2档的股票还有3653，嗯，这边布局，今天。因为昨天太早涨停，这是强势股，怎么可以这样？那有预估量啊，一大早就要预估量就太大了，就卖15%。这个礼拜我们这是大丰收，单股 VIP 的大丰收，当冲的天天赚钱，手上持股没有一档赔钱，就是这样子做。那明天再推一档。你要不要跟上来？明天再推一档，啊，明天也可以当冲，因为今天这个大盘就正如我所预期的，是有开高走低的现象。当然了，这礼拜啊，礼拜六啊，明天礼拜五了，还面临到一个什么？面临到一个那个习川会，我们需要它有好的结果，可是因为我们股票很少。万一真的不对劲，我们可以做空。可是美国股市大涨是一个事实，美股大涨是一个事实。我看到，美股大涨是一个事实，是不是？美国股市是不是经历过这样的一个10月风暴之后，或者联储会也这次也不太愿意升息了，哦，升息速度变慢了，美股开始大涨了。中美贸易如果 OK 的话呢？那我们赚得更快，以我的手脚啊赚更快，以我的专业跟手脚，我们赚更快。
前几天大家情况不明了，这是道琼，我们就可以罗立芬。如果美股继续大涨，跟美股联动的放到我们台北股市的内容，当冲也好或者波段，你都赚得到。我们再来看看6488吧。我昨天就跟大家没有错，这两天，这叫矽晶圆的环球金，你过去这一个月是没有动，这一两天呢、啊，事实上也谈不到赚两成呐、啊，大概十几趴而已。你不要看这样10几趴而已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春田又不好啊，不，那个盛高又不好，盛高不怎么样啊。新月化学，你拥有我的 Lite 有没有？就知道这个这些股票都表现平平而已啊。2327的，好像又要进入下个阶段的整理了。国巨不好，被动元件会好到哪里？嘿，鬼刚跟你讲被动元件啊，矽晶圆老师啊，拢是套路的来对啦。讲啊，盖好听，小我起起来都要敲锣打鼓，那都是长期套在里面的。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们这样啊、不对，这个没什么事情，赶快跑掉啊，赚可以赚很多，啊，再换股。然后一到，那股票不多，一到两档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呢？你会想说，老师，我喜欢当冲，那也来嘛。我当冲到目前没有失误过了，没有失误，我赚多赚少是一回事啊，扣掉手续费都还想赚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喜欢做当冲，我也欢迎你来加入我们的阵容。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讲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哦，东西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大财。”我们的说法是，股票有买有卖。你赶快跟上来，大家发大财，东西出得去，人进得来，高雄发大财，股票有买有卖，股票有买有卖，你赶快跟上来，大家发大财，好、哦，赶快跟上来哦，这个机会难得哦。事实上，我还是那老话一句哦，先加入我们的 LINE， 我们现在先加入我们的 LINE。先加入我们的 Line at、哦、小老鼠 YES528， 然后呢，你也知道我们怎么操作，加入我们短期的哦，做到贵你的哦，没顾短期哦，这个冲刺班168，现在就加入，现在就拨电话进来，现在就加入我们的 Line 小老鼠 YES528， 台股新攻略，祝福你，我们明天再推一档，谢谢大家。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，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